那你大哥，你现在在干嘛？现在我们在帮吃货本准备一道特别的料理，可是因为它太硬了，所以我要把它退冰。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田鼠。哇塞！哦，一般要抓尾巴嘛，对不对？ Oh my god！ 哦，抓尾巴。天哪！哎，那个帽子。对不起，冤有头债有主。你刚刚，你刚刚请假。谁话？要不要请？刚请一下。其实，在亲之前，我必须要先解释一下，这是原住民非常有名的料理。如果你去山里面的话，原住民都会炒田鼠肉，而且啊，老板特地跟我讲说，他当天抓，当天直接冷冻，隔天直接寄过来，哇哇，这哇快速，新鲜的。但是事实上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只田鼠肉，它的价格比一只土鸡还要贵，它的价格一只哦，差不多在400到500左右。哇，所以这肉很好吃，好不好？而且这田鼠都是野生的，野生的，你知道，我是最强壮的。学他讲话，鼹鼠，也有牙，听说他有牙齿，是不是？我们特写一下。Miska， Miska， 米老鼠。我的妈呀！真能吃。哎呀，你老劲哦！来，三二一，开餐！拍走，拍走，拍走！等一下，再一次。老板，你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你们要吃哎、欸！啊，没关系，亚明妈妈会生气。他亲一只。